智慧斑马线，人踩上去就会发光，三宝十米外都能看清。道路是任何城市的跳动心脏，它们每天都充满了生机，同时也是带有危险性的地方。虽然现在道路上都会有标志来引导人们注意安全和行车的安全，比如路标或者红绿灯，但是每年在复杂的交叉路口，总会有很多交通事故的出现。为了更聪明地解决交叉路口的问题，国外一家公司发明了一条响应式的智能道路，它使用技术来监控行人、自行车和驾车司机，并实时调整道路标记。交通事故的发生在眨眼之间，这条道路的响应速度比这个速度快。它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发现行人在路上行驶，它会在短短 0.3 秒内反应，紧急人自行跟踪他们的旅行方向，引导他们回到人行道上。同时，通过路面上生动的标志，汽车在危险之前会被指引到安全的距离。该设备的尺寸为 7.5×22 米，现实熟悉的红色和绿色的标记让行人知道他们是否可以过马路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使用白线。显示现实中的斑马线，它还强调了汽车应该停放的位置，以及独立的自行车区域，整个设计都有创意又实用。由于实时调整的技术，在很多地方比红绿灯还强大。